苍岩海三巨头来啦。歼灭罪恶，特洛开讲。苍岩海队，预备，开始。四个字，贴手里。四个字，尊上威武。我们是什么什么？我们月族，对，要干嘛？月族要干嘛？要月族行礼。漂亮！呜呼！你和小兰花。哦。亲亲。亲亲。四个字。今晚会怎么样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四个男生会什么出窍？什么出窍？灵魂出窍。对，前两个字，前两个。漂亮。哦吼。正确，四个字。空气投篮，漂亮。这啥呀？挠痒痒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一个玩具，一个玩具，一级。尖叫鸡，漂亮。过啊！打完球之后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腰酸背疼。我帮他干嘛？按摩，放松按摩。篮球是一种什么运动？运动按摩。前两个字，运动放松，运动放松。古装戏的四个字。传功。对，功是对的，什么功？叔公。我受什么了？受伤了，要干嘛？运功疗伤，漂亮。呜呼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这叫比翼双飞，比翼双飞，漂亮，厉害哦。四个字，这啥呀？小鸟依人，漂亮。你我帅，两个字。唱歌跑调叫什么？跑调叫什么？唱歌跑调你会变什么啊？过。他不承认，你看。他不承认，他猜到了，他也不说。快点，快点问。我对你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啊！他看到我怎么样？四个字，一见钟情，漂亮。现代版的东方青苍，四个字，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？霸道总裁，漂亮。小兰花的演员名林书欣，漂亮。七个字一个动漫，面啊，一个动画片，面面喜羊羊与灰太狼，漂亮。七夕，四个字，两个人在那个天上，谁和谁相会？谁和谁相会？过啊！可以，来五个字，拿放大镜一直看，动画片《星际之王》一直没吸豆子，工藤新一，名侦探柯南，漂亮。你三个字，王鹤棣，流星花园四，漂亮。我们住哪里？我们三个字，苍岩海，漂亮。快点问。加油！什么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什么？夜火。
哇，14道，我们14道，哇，练练练练练练，怎么做到的？不是，他们中间有一度是不用语言的，就直接只有手势，这就是默契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啊，弟弟，你知道那个你是什么？音痴。音痴啊，对，我跑调呢。音痴。音痴。哎呀，这一分没拿到，真的太不应该了。哎呀，承让。恭喜苍岩海队！苍岩海三位的周二之魂有点压不住了。俺老孙来也！背后，身上不受控了。身上威武，并且开始不由自主的模仿了起来。这么跳，彩萍萍是这么踩。什么？两个字。请放音乐。好来，音乐停。苍岩海，套马的汉子，歌名是他套马的汉子。回答错误。啊，来何老师，套马杆。哦，套马杆。谁的歌？乌兰托雅。喷雅，破坏道具喷。不好意思，来，乌兰托雅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喷吧，套马。一个人唱，一个人那个啥，来。苍岩海，快一点！套马杆，乌兰托雅，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还有一句，套马的汉子，逗号，你威武雄壮，句号。这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行，你把它唱完，我就算你对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行不行？你放，因为确实歌词里有哼和哀嗨。你放。真的有。非常棒，回答正确，积分。